今日欢迎王金平参加伫善化来举行的台南市王金平基友会新年大会，台南各区甲即个真侪学校的校友会人来参加，办了88桌的相当热闹。对着退出着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嘛，无来即个开除，讲要选着总统选到底，加上着清早基层的行程无停过，现在阁有王金平基友会来成立，是毋是有下一步的即个暗算呢？王金平表示讲，最近赶快走着选举行程，都会帮助国民党会当达成2020的政权的平等。对，我继续跑啊！我以前就讲过了，我不参与初选，我就提过，我还是继续勤跑基层，那你倾听民意。而且能够要结合各方的力量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，一起来帮助国民党，能够达成2020的政权翻转。面对当事人无来开除，讲要来选到总统，出席了王金平基友会的这个主席王进雄，加上教育部长吴清基，人推崇王金平是有北长的人，佮重情重义，伊的任何号召佮决定，伊人会追随到底。伊那上面做一件比较紧。咱这是啥物？政治人物提名不能十年哦，伊都要不然咱是啥？王府庙这点就练就，做直接做，我能扛住。王义庙不等夸，两情两义啊，够练就。听小听是一个做，大家咱来尊敬咱的前辈。因媒体问到讲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敢有甲伊联络？王金平只是讲，这句讲是无。只讲是毋是愿意帮助着韩国瑜甲郭台铭来整合？王金平表示，请媒体去请教伊。这几天没有，这几天没有。这你要去请教他，他没有跟我联络，没有。台面新闻台一下，神话彩虹报道。